恩老师上课喽。恩恩老师，今天上什么课？史莱姆粘土。我们今天要来介绍波波史莱姆。这个是妈妈从虾皮买的，妈妈买了白色、粉红色，还有蓝色。今天要用轻粘土来做棉花糖史莱姆哦。本来它有出组合包，就是史莱姆，然后搭配轻粘土这样一组的组合包。我要买的时候已经缺货了。它每一个史莱姆呢，它都有用这个热缩膜包起来。喵。史莱姆吗？喵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呀、啊。它的盒子就跟达特史莱姆的是一样的，可是它的触感又跟达特史莱姆又有点不一样。喵，喵喵老师上课喽。喵喵老师，你今天要上什么课啊？波波史莱姆。跟你玩。那可以叫出来吗？可以啊。都还有一个保鲜膜包起来，就是防止它粘土变干。这个就是它的轻粘土，也是很好啦。啊，我的车车。那我们就来混合吧。我们先要把它擀平。我要擀。料理用的擀面粉，我刚刚我用手擀，好，它压扁了吧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我走的是自助胶的，太擀平了，好棒！对，所以你不用拿擀面棍。我们要来压饼干，好啊，压下去了，然后恩恩的星星饼干就完成了。它跟一般的轻粘土好不一样哦，它好像没办法这样压，它会完全粘在上面。哦，好，我要搓香蕉皮。好。走吧。好，一份。一份。啊，把它揉成圆形。揉成圆形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了两颗可爱的汤圆。给你。要来混合哦。把这个白色的包起来吗？它扁了。我们现在在做棉花糖史莱姆。哇！好，你先混这个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混这个粉红色的。我是棉花糖老师。你看，你很激动。你看，这个是粉红色的史莱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混合粉红色的，放在中间。好棒哦！对，加扁，好混合，混合。这个就是混合之后的，就它会变得更好，很特别。这个呢是妈妈去麦当劳买的圣诞杯，那我们要把它装进去。我先装蓝色，可以妈妈做冰淇淋了。好，冰淇淋快要做好了，再加第二层，我要加两层，这样很漂亮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呀、啊。那这就是我们混合之后的圣诞杯，最后呢，我们要加入彩色粒粒，好撒在上面吧。多倒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啊，